拍卖收藏有诀窍，陈笑请您看拍宝。大家好，您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。拍宝节目啊，是由咱们市真拍卖特约播映。好，那么在周末的晚上，拍宝节目和您见面了。希望这段时间能给您带来知识，带来快乐。那么介绍到场的鉴赏专家，应该说是隆重推出，那就是木器杂项鉴赏家，著名的张德祥老师。欢迎大家看拍宝，看了拍宝，事业好，心情也好，家庭也好，欢迎连续的继续的坚持的看拍宝。好，谢谢张老师。我们这李晨老师来啊，开场白啊都是青春寄语，您这来呢都是吉祥话。对，我这过日子话。过日子话。那么在张老师鉴赏之前，您先别着急，门口有一位啊赫赫有名的李仁、李半张，李半张，让他先长眼把关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。哎，老大爷您好啊！李仁您好，专家。别，您叫小李就行。别，现在不行叫专家，叫小李就行了。我看这椅子呀，肯定不是这一把，家里头应该是成套的。对，太沉了，带了一把，是吧？这一看就成套的家具。这是啊，两把椅子，一个方桌。明白。这方桌呢，您坐这边了啊，大妈坐那边了啊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过年孙男弟女的，给您这么一磕头，您呢，一给红包，给红包是吧？虽然花了钱了，可心里乐开花了啊。这是老家传下来的还是您买的呀？买的。哪年买的呀？刚两年多。说是红木硬木家具呗，就是红木就是硬木家具嘛。这方桌呢一边两条龙，镂空雕的，镂空雕最不好雕的，是吧？这椅子上我看也有龙啊，是吧？对，嘿，天天您在家里头，您演皇上，让大妈呢演嫔妃啊，这个，反正就高兴呗，是吧？对，咱看看啊。我说这料挺好，我说给他买了，还挺沉的，花多少钱呀您？不多哦，不多，才花了600多万啊，5000块钱给他拿下，5000块钱呀，买了这么一套啊，对，嘿，真行，他要8800哦，您这砍价您可够棒的呀，您，谁知是好的是坏的不知道。行，大爷，这椅子呀，木头没问题，这就是硬木啊，红木，但是呢，并不老，因为从这个龙啊雕刻上，咱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借助现代化工具啊雕刻出来的，并不是很老，但是呢。材料好，而且关键这是您的心头好啊，您搁在家里看着高兴。现在这市场价格呀，保守估计这一套我估计可能得5万块钱吧，翻了10倍，好不好，大爷？行，那再给您来一红包。得，谢谢您。得，祝愿您以后买着更好的东西啊！拍宝节目，咱们开始鉴赏啊，咱们有请第一位吃宝人，看看他来的宝物怎么样。这一家子多好多支持工作，就是啊，不用放桌子上。这别放了，这个搁这儿吧，搁这儿，搁这儿。这够分量吗，老先生？这对高。您这个一听，这个声音洪亮，底气十足啊！您这身体够棒的，满面红光。那咱们有请张德祥张老师给您介绍一下这椅子，好吗？这个您买的真不错，咱们这老家庭里就得有这么一趟。一个方桌俩，两把太师椅。一进屋嘿，你这正气就提起来了。而且这家里老太爷往这一坐，这有派。他这个稳定感特别强。首先这木质啊，金光内涵的，比较这个沉稳啊，拿手摸着，又光滑又硬啊，凉生生的，它有一种安定稳定的感觉。而且这些造型呢，这应该是清代造型。清代的家具造型注重稳重，但是您这个刚才我看了看那木质啊，它是大约是两种木头。一种木头就是正面，椅座，所有咱们正脸看的扶手，这都是。开门的红酸枝，然后底下呢稍微有点就不是正经的这个红酸枝了，对，尤其是近些年就是非洲进口的一些东西，它也很沉，也很沉，也木质也不错，但是它不是一种木头，对。那你说这种椅子质质还带老虎角，还带托尼，它这个是托尼就是最底这刺，清代中期，苏座仿广座。很亲切，你看它虽然是太师椅，它用了很多曲片，包括扶手，它不那么僵硬，不那么呆滞，有灵气，有灵气，看着就是看见老爷子，又有尊严，还有
亲切感。是。那有的当家长呢，整天撇着嘴说话，那个倍儿倍儿脏。那也不招人喜欢。你说那是尊重您，躲您远远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孙男弟女的都对您还是有亲和感。对，不错。是按照。我瞧是按照紫檀买的。哦，你看看啊，不是紫檀，不是紫檀，就是老红木。红木加上一些国外进口的现在的木料。我说这应当得有酸味儿啊。您尝过？我闻过。哦，闻过哦。它是这样，它叫酸枝啊，锯开之后啊，有些湿木头，有些进口的这个红料，打开就是酸的。你看它也不一样，黄花梨、紫檀有香味儿，黄花梨有香味儿。对。这个就是酸的，包括那个草花里、缅甸花里拉开，它还有点香酸味，唯独这个它有酸味。对，您这个都给您爆平了，又干燥了，又烫上蜡，烫蜡了。您又这呼哧呼哧，您做的都包浆都出来了，它还哪有酸味？而且还找过颜色，它肯定要找颜色，整体找成颜色，找成紫檀的那个感觉。对，不老。是吧？不老，也不是您说那紫檀那个啊，气派气势很好，是一挺好的仿古家具。仿古家具，您听明白老先生？而且有些地方好像是基雕，是都不是基雕，还有底下那个料就是很便宜的那几个秤。能理解基雕吗？净是那个刀子的痕迹。是，那是还没抛光好，基雕之后抛光。那木头也得抛光做家具。它有时候这样，就是你比如这窟窿都掏完了，底座掏完了，个别地方粘完了，个别地方还归着归着是有刀的痕迹。就是。但是总的来讲，这个还是个，不管是基雕、手雕，它还是年份不老。样子挺好，好吗，老先生？这个得收回来，因为这是最近这些年做的，因为国外进口的这个非洲花梨的，也就是不到30年啊，十年二十年可能是这意思，好吧？得嘞，您让那个家里人帮着给。抬下去吧，好，这得收回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您啊，您这个知识开宝。很多木器呢，在古代就找完颜色仿紫檀，您比如说草花梨，晚清民国那个也刷上成黑色，您远处一看，它有紫檀那跟牛毛纹似的。它这个草花梨啊，所谓的缅花也好，它本来跟这个紫檀就是一个属的，一个属的。为什么叫紫属花梨？属花梨，但那不是紫檀。现在更多的木器也是刷成色，可不是真紫檀。老大爷，您好，您好，嘿，我看您，我可见过您，我看您也特眼熟啊。我在那个白魁老号那墙上那照片里有你。给我挂墙上了，是啊，参加那节目，是，对对对对，咱到那儿是去做过节目啊，吃过什么什么那豆汁儿什么的，哎，对对，这个白魁老号那什么好吃啊，烧羊肉，烧羊肉，您那个门钉肉饼，门钉肉饼，小卓吃完这个烧羊肉之后呢，拿这烧羊肉啊。这个肉汤啊，哎，弄个白皮面，这么一拌，搁点辣椒油，弄点醋，剔了秃噜一吃，哎呀，这一顿好饭呀！您也喜欢吃白魁老号啊？哎呀，我这起码一个月去一次。哎呦呵，下回您再去的时候，我同着您一起去，好是吧？哎，今儿您没带烧羊肉啊？今天带的是个砚台。对对对。您介绍介绍，这是家里面传的啊？这朋友给的，送给您的呀？呵，知道您平时。哎，舞文弄墨，喜欢点写字。他这叫投其所好。这是五六十年了，你想给我的？哦，这是老年间给您的了，是吧？五六十年前。对。哟，这砚台怎么那么轻啊？这个？它原来是那个金丝楠木做的，然后放上金刚砂，他拿漆把它刷了这十几遍。明白，明白。做好。就像咱们过去那个乾隆年间那个大漆那梯红啊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哎，有很多红色那捧盒，那不也是一遍一遍往上刷漆吗？如果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个砚台呀、啊、是木胎的，刚才您也说了，金丝楠木嘛，这个叫做什么呀？漆砂砚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，大爷？哎，做漆砂砚这人呀、啊，可是不得了啊，叫卢仲。卢仲，哎，卢仲首创的啊，漆砂砚，卢仲卢奎生嘛，乾隆年间的人。这是过去文人啊，您比方出去参加个笔会呀、啊，哎，它方便携带，这比较轻，比较轻。你说你弄个石头的，弄个端砚、射砚什么特别重也好，可是呢，你搁在包里头啊，你一个是走起来吧，它沉，远路不轻弹嘛。再者说了是吧，容易砸脚上，你回头也不好。这个呢，它很轻便。行，大爷，这个呀，我刚才看了一下啊，我觉得呀、啊，这个够清代的。
中早期了，给您来红包啊！希望呢，咱爷俩回头白魁老号，咱们白魁老号见。快来，您好，老先生，快来快，您快请坐。嗯，哥，您这是退休了吧？退休。因为像您这，您看，别看这个鹤发，但有点童颜这劲儿啊，看不出您这多大年纪，有60？80岁了，80来岁了。你有80岁了？对，快80了。那不行，嘿，不像，不像，不像。一饮长江水，仰此千里志。是这个字吧？是。您这朋友怎么保存下来这？这个他也是当的保卫的，是吧？他也喜欢，但是他不太懂这，他也不喜欢写字儿。人要是特别懂，没准不送给你了，不舍得了。不会送我，因为他这个价值很高了。这东西是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卢奎生了，以前很多人根本不知道。这么干净好啊，使人就生疑。对，他没有那点断，而且不是他怎么没有岁月的痕迹呢？是，就使人感觉这是不是什么民国时期仿的什么的，就产生这个，首先就生疑。这里头有灰吗？都没有灰，木头完了配上灰，然后推光。对对对，就这点工艺啊，比一个什么端石、什么紫檀盒要难得多。是，你看这么多年了没变形，说明他工艺也很好。但是卢奎生是一个大家，他我觉得按大家来讲，感觉有点简陋了，造型不是很讲究了。这个盒这儿，所以现在呢，我呢就因为接触这个少，咱们因为专家搞家具还好一点，因为这种文房这个东西啊，咱有什么说什么，我就断不了是不是原物。但是这个东西是特别好的东西，即便是，有寄托管和后仿，这个东西起码不是新的，怎么着也得是清代。到民国初年这个阶段，我这个把握性不大，因为不是，咱别给他说不是了，也别给他说是了。您拿来已经很好了，咱共同研究啊。这个工艺特别的好，就砂砚呐，这确实是卢奎生擅长做的这种砚台。我不敢定真伪，但是我敢定这得考证一下，定它是宝贝。对，这个工艺连盒带盖带抽屉，这可不得了了，带砚台。你要是粗放的蒙人的那个小身上，他犯不了下这么大功夫。他赚不了多少钱，一砚台卖多少钱？而且刻的字真的挺好的，这字刻的真是挺好的，画也不错，很随意。这画啊，倒看出点晚清民国味儿来，有点这普索这味儿，恨不得。但是这个画呢，这构图，你看这个树枝什么的，又跟这个卢奎生这个本身这个名气，清中期这个又略微有点。而且卢奎生的那个他那风格是特别丰满，特别。大气的那个，这个是清秀的，对，这是雅致的，清雅的。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它这漆太薄，里头漆薄，我这点没想明白，你知道吗？虽然外头工很好，你看这边，这里头漆啊有点过薄。按说这当年这漆的工艺啊，这个它不允许你做成这么薄，你知道吗？这工艺真是不错，你看它推光的。这种规矩啊，一等啊，这个工艺一等一，就是这跟机械做的似的，真的好，是个宝贝，是个宝贝，是个宝贝。那咱怎么给一结论呢？就是肯定是旧的，你卢奎生，咱现在不做觉得一个，咱们不过我不过这个水平，别，因为卢奎生我没真的上手很少，我就故宫看过一次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，所以说我就不能给您，咱们就共同学习探讨，好吧？应该是一件很好的卢奎生款的，应该这个文房的，而且是老的，是老的，老的，现在做不了这么好，好吗？因为这个要是很开门的，比如说真的，这个盒的价值也应该很高了。高了。在嘉德那个拍卖会上拍卖过，就是比这个差一点，25万到30万。是，就说这怎么也得有一个20万的价格以上了，甚至是吧？好，因为是老的卢奎生款的这么一个文房盖盒，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。应该说哈，咱们从明代到清代，这个工艺家大师辈出啊，大家都知道什么江千里，你看做漆器的吧，做楼殿的，那么什么这个陆子刚啊，你包括这清代的卢奎生，还有很多雕刻名家，什么三松什么的，那现在呢也是应该说每一件他们的珍品都是难得之宝。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线上拍宝小程序，还可以打开微信，在最下方功能键发现中点击小程序或搜一搜，输入拍宝，点击进入，就可以随时随地跟专家互动，听课、鉴定、淘宝物，还可以参加藏品征集、有奖问答等各种拍宝活动。
轻松扫一扫，惊喜真不少。大哥，哎，你好，身体够棒的呀。还好，还好。好家伙，这都短袖了，这个。嗯，一年到头都这样。嘿。怎么咱家没长袖不就咱家就省衣裳啊，就省衣裳啊，一件短袖穿四季，对对对，也是仗着您是身体好啊啊。其实都是虚，比较虚。哎，不，您谦虚，您谦虚哈、啊。您介绍，我看这件东西，哎，是您心爱之物啊，刚才装在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锦匣里头。这个呢，啊、是老家一直打我懂事儿，这就在家里。哦，祖辈传下来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的？行，这个东西。从小看电影看过吗？有那神笔大佛看过吗？看过呀。哎，那时候我就觉得神笔大佛家里边也有一佛呀。哦，但是也挺神秘的。到现在呢，嗯，时间长了，到底这东西是怎么来的？明白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？今天拿到这儿来想揭晓答案来了，哎、是吧？哎呀，这个真好啊。啊，这个咱过去老讲佛像啊，主要是看开脸看手部、嗯、啊，你看法相庄严。对，哎，这个手呢，你看，哎，也是生动自然，是，嗯，尤其是您看这衣服哈，褶皱之处啊，也都是很自然。这个我可以啊，很负责任的跟您说，这是明代的佛像。哦，哎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您记住了，这个佛像啊，只要脸盘子一大，嗯，哎，大概其都比较早啊，就是明代大脸佛嘛，啊，大头佛，这都是我们行业术语啊，大头佛嘛，啊，家里头就这一件是吧？嗯，就这一件，就这一件，好好留着吧。啊，我觉得市场价格这尊佛像啊，能够给您定到20万吧，差不多。这要是上拍，啊、上拍那就好6亿也有可能成交啊！啊，分离3亿，哎，我真希望您能6亿成交哈、啊，这个20万好不好？啊，来，这大哥，嘿，要不身体这么棒呢哈、啊？哎，得，够分量吧？哎呦，够分量，够分量吧？来，20斤，差不多吧？这您后来会练武术了吗？您看那神秘的大佛那个啊，当时。这个也是风靡一电影，咱们看能不能回忆起一些片段来啊？相当于中国第一部武打片。哎，应该是国产的，是吧？是。开门的手脚。嗯。这个佛是个观音，他头顶的这叫化佛，就是他的老师。你看他这个做的还比较很讲究。嗯。你看这个旁边这个三缕。嗯。藏传的是4缕。哦。这个3缕一般的就做成1缕，两边这个垂发。你看他这腿上这个衣褶，这种有点像括号似的啊，括弧似的，这种多少有点城市化了。通过这个就能说他不是明早期的。嗯，这个面相呢，如果是奸笑一点啊，那就应该是你看永乐、宣德年间的，他是这样的。还有一种脸就是方脸的，那其实蒙古那也是清早期的。这个那但是那个比较方，你看那都是这儿有两个。方的这样就跟我这是有哦，很好，这是圆的，美男子，圆的又很丰满，这是中原地区的，中原地区，这个应该是明代，说明代中期吧，明代中期，这个您看这璎珞什么的、啊、都挺典型的、起码是工很细，为什么说他老子？咱看他这个度法叫见肉度，就是脸上度。手上也其实也应该镀，你说鎏金是吧？啊，鎏金，鎏金，镀是镀金的镀，见肉看见肉了叫镀，然后脚丫子也应该镀，但是他这个可能都没了，脸上保存还能看出来，能看出来，对。他说这几点特征呢，就是年代也有了，地区也有了，是吧？然后他是什么观音呢？这好像是个净水观音啊，是这样，这叫拿着一个净水碗，它不是一个净瓶，是个碗，是吧？是个杯子，是这个干这个的，撒甘露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到这时候，这个观音的造像已经是有女像了，是吧？已经开始女像了。然后呢，咱们这样讨论一个啊，就是看那个佛老不老？你看后边这一道子道子，看见了吗？就这些道子都是铸造完了吧，很粗糙，他得用刮刀刮。得修，咔咔咔咔，就把那个茅草的地儿刮平了，就跟木工用刮刀刮木头是一样的。磨完了之后呢，是炭，大概其磨。哎，它有很多这个，一看见这种工艺，那就是老的。现在人都不这样，现在有的是仿一般也不这么仿了，不这么仿。你看前面这腿上这，我也看见了，也有，东西不错。开门的啊，这包浆灿然啊，包浆灿然。明代咱说够中期的话，也近500年了。500年了，这个够神秘的啊，黄铜材质是吧？
应该是黄龙材质的。那您说这应该以前有个莲花座，有个莲盆，对，莲盆呢底下有一个莲镜，嗯，然后呢有一个小栏杆水池子一样的，也是这种随着这个观音的下脚这个造型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可能没有了，水出莲花，这一般的都是分离了。那您说这么一件明代中期的啊，也是铜鎏金的观音坐像啊，尺寸也不错，那么从这个品相啊，哎，品相肯定好，在铜类它不比鎏金佛自己说自己有自己的美啊，嗯，还有这个保存状态啊，还有这个尺寸，嗯，如果莲花座齐，这30万没问题，他们有的是还三组那就更好了，这个座儿亏了呢大概20万左右吧。你要到时候愿意哪位有缘之人借着也行啊。好，那么因为是明代的铜鎏金的观音坐像，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。因为现在这个造像的艺术品市场呢非常火热，所以呢不管是这个藏传的，或者说更这个高古造像，或者说这汉传的，那精良的那价格都很高，于是乎啊市场上仿品很多，有那个清代的仿这种的造像啊做得特别好，大家也得小心谨慎啊。李老师您好。您好您好。嘿，您这真喜庆长得。应该叫仁兄是吧、啊、我得管您称呼叫仁兄、叫小李就行哈、啊、还带天珠呢，这是天珠吧？5块钱报国寺买的。是吗？啊呵，我看这100多万呀、啊、这得。啊，别怕别怕。带一笔筒来。笔筒。哎，也报国寺买的呀？这不是。啊、这哪儿啊？潘家园。啊，家传的哦，祖上传下来的，祖上传下来的，嘿，挺好的啊，这个难得啊，一般像这样的笔筒啊，您看这上面还带着图案的，这是比较少啊，一般都是比较素面的啊，是，哎，这带图案梅花啊，文人就喜欢梅花，喜欢竹子、哦、啊，有气节嘛，冬天开花嘛，这是圆旗吧？应该是，这是圆旗，哎，为什么要掏个旗？这您肯定是知道的，是吧？脾气大嘛。对了，是吧？怕他闹脾气，回头裂了。这个呢，给他掏了，留下点量来。你怎么挣吧？哎，你都是吧？脾气，哎，你都变不了形，你都开不了裂哈。咱们现在有很多新的笔筒，上下一边粗，你往那儿一看呀、啊，哎呦，就觉得这东西啊，看着就那么笨拙。你看这个笔筒，虽然你能看得出来收腰哈、啊，上大下小，可是你打远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就看见那么舒服，是吧？看着它就特别舒服，就跟看见我似的，你知道吗？特舒服哈、啊，挺好的这样东西，老的这是，老的，哎，老的，老到什么时候呢？你觉得呢？昨天，昨天才叫老啊。前天怎么也得大前天呀、啊、这大前天这个、啊、大概得能给您定到清代吧，哎，清代中期这么一只黄花梨的，这是啊，黄花梨，哎，黄花梨最有这个代表性的就是鬼脸儿，哦，是不是？是是是是，这上面有鬼脸吧？没有啊，这就算鬼脸了，这就算是吧，这鬼脸、啊、这就是鬼脸、啊、您看这多像陈笑、啊啊、这就是鬼脸啊，挺好的这样东西，名家吧，这还落着款呢，落着款呢，谁呀、啊、这是？这上面写的是、啊、杜良泉刻，哦，杜老师刻的是吧、啊、挺好的啊，让德祥老师再给您说说。好嘞好嘞好 嘞、啊、因为这个杜良泉跟这个张德祥老师啊没什么关系啊，但是张德祥老师是研究过杜良泉老师的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、啊、给您来一红包。好嘞好嘞，得，欢迎您下次再来。谢谢谢谢谢谢老师。来，您好。张老师好。您好，快坐。等我了，好像我怎么看你面善，就来过拍宝吗？以前5年前来过。5年前啊？5年前来过，但是那时候好像您比现在要轻，没那么清秀，现在丰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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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日子过得好。嗯，那今天特意带笔筒找张老师来了是吗？对对对，找张老师见面。找张老师来，从哪儿来？从沈阳，东北。那是特意来的吗？特意来的。嚯，张老师的铁粉。嘿，特意。那张老师，你把火车票给人报一下，火车票啊。来时候车票谁报？对。好，看了这支笔筒，嗯，这一上手啊，哦，我心中产生一个疑问，哎。首先想紫檀的，一看这色不是紫檀，纹、也不像，我就往酸枝木上看，红 红木的、你别害怕啊，红木红木笔筒比黄花梨还少，但是一看，这还是黄花梨的纹啊，因为这个很多纹确实像红木，但是一看这鬼脸啊，你看这鬼脸这地儿
就是细小的地儿还非常的清晰，就这个地儿是细如毫发。嗯，我原来很早年以前我编了一个顺口溜，哦，就是这黄花梨啊是熟宣化工笔，嗯，就这鬼脸熟宣上工笔一道一道的，嗯，毫发可见，就是这鬼，我说的是鬼脸那个纹理。你要红木呢，就是生宣上化写意，哎，他说的好，晕散开啊，你就是虽然也是黑颜深颜色的这个纹理吧，但是它边际不清，就晕散了。你看我那个犹豫半天，我最后看见这几个这几点了，我就认为很清晰，我觉得这是黄花梨了，是吧？但是为什么这么沉呢？后来我琢磨了，它壁厚，嗯，因为它个儿不大，壁又很厚，这个料又很瓷棒，嗯，就是所谓北京话叫瓷棒，质密，嗯，质密，紧致啊，这是这个。所以说这个也是不能完全的从分量上来讲，嗯，还带点工行，您看怎么还带着字儿呢，嗯，还刻着梅花，没事没事，查过这人吗？知道吗？没查过，我没，嗨，没事刻什么字儿啊，刻的还不错，这是花，梅花，梅花啊，你看这梅花，我咱先不看字儿，我就特别不爱看一块论物啊，爱刻什么刻什么，他这上要刻笑笑，那就真是笑笑做的，也不见得，哎，是吧？尾款很多，不过也没人客气，嗨，也没人客气，还得打就是说不用看款儿，您得看东西，嗯，东西完了再看款儿，拿款儿来印证这个东西，是吧？有人客您吗？看东西没人客我，嗨，然后看东西先望气，看看整个的器型是不是符合某种某个时代某个品类那个应该有的。有的这器型上一看就自个儿的就特纠结，嗯，这明代的这足吧，清代的花吧，什么不搭，这哪儿都不搭哪儿，是吧？这个这么一看，它没什么毛病，一看就是个黄花梨品种应有的，但是它很特殊，你看它这个，这个上边啊，它不是微微往里，它是平的，甚至有点往外撇。有一点往不是他怎么看他这么看吧，他往外，可您换一角度吧，他又往里了。不是你这么看是往外，啊，对，但是你这么看要往里，对，他这有点 那说明他是曲中的，他两边都有。咱再看，你看这些花啊，虽然是木刻啊，但是他把那个毛笔，那种随意的笔意啊，粗细，写意这劲儿，写意这个虚实，开合这都弄出来了，是吧？杜良泉。哦，这是什么绝出血，有一个人叫，我记得叫沈觉出，嗯，是不是那个能写能刻能画？这戊午，沈觉出是，清末民国初，1919年生人，反正就是那会儿吧，宣统的那会儿的事儿啊，头几年过世的，南方浙江的一位是吧？好像是江浙那边的一个。他写的，就是说这画是他画的，嗯。这个杜良泉刻得查一查，谁是杜良泉，肯定也是很牛的人。你看他这个字儿，他排到这个沈觉出前边，查一查啊，或者很有资历的一位，不错，名家刻款啊。这笔筒是什么时候？笔筒应该是清初的。那么这支笔筒的市场价格呢？您用好词儿，人家特意从沈阳来的，12万吧，12万就是这个。如果是素的，值个5-6万，5-6万。嗯，这尺寸也不错，笔也好，一上字儿那就过10万了，好吧？10万到12万的这么一个保守的市场行情吧。好，那么从沈阳来一趟是吧？刚才提到了火车票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火车票，反正咱们给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够了，够了吗？够了。那你不是坐高铁来的可能？谢谢张老师，好，祝贺啊！谢。好，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，扫描屏幕二维码。进入线上拍宝小程序，还可以打开微信，在最下方功能键发现中点击小程序或搜一搜，输入拍宝，点击进入，就可以随时随地跟专家互动，拼客鉴定淘宝物，还可以参加藏品征集、有奖问答等各种拍宝活动，轻松扫一扫，惊喜真不少。好，那么今天咱们的藏品很有意思，听张老师讲解的也非常的精彩。那么希望大家也能够关注我们拍宝节目，关注拍宝线上的延伸服务，拍宝甄选啊，咱们的小程序公众号等等的。好，那么也感谢张老师来到拍宝为大家伙这么精彩的讲解。拍宝节目的播出时间这回都由您说吧，每周六日晚8:40。好。
感谢赵老师，咱们下期拍一宝见。